今天我们面对的就是我们儿时的梦想，儿时的精神支柱。来忘掉错对，来怀念过去，曾共度患难日子，总有乐趣。不相信会绝望，不感觉都沉醉，在美梦里竞争，每日拼命进取。奔波的风雨里，不羁的醒与醉，所有故事像已发生，飘泊岁月里。今天我们作为兄弟与世界羽毛球冠军林丹相厮杀，今天必定是一场世纪之战，让我们携手同心，共创佳绩。好，您会为难我们的。还要拿出正式比赛那种准备，这我们国家队战袍我都穿起来了。加油丹哥，加油。万众仰望，接责风云，我绝不需往后看，翻天覆地我敌我。林丹，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冠军压力？其实最希望是大家会玩得很开心，因为羽毛球这不是玩笑。丹哥，这场比赛你会见到一个原来在演艺界还有这样一个打羽毛球最好的是吧？高手级的高手。你在场上那种愤怒是被对手激起的？有的时候是，你如果没有那种状态的话，你可能很难赢下这场比赛。今天的比赛你有可能会有那种情绪吗？我刚才讲了很多，我就应该要认真一点了。赢得这场比赛最重要的是团队之间的精神。冲他！没关系，等我一会儿抢上去。和你们在台上共同竞争是我的梦想，但是你要知道，我会用我的努力和实力证明，偶像不是用来崇拜的，而是用来打败的，打败的。来吧冠军，欢迎各位来到来吧冠军的赛场。我是公不公平全看心情的仲裁何炅，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仲裁助理。今天所在的场地大家应该看得出来，我们要挑战的运动项目呢是羽毛球。羽毛球呢可以说是在我们国家非常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项目。那今天呢将会有几位艺人朋友组成一个终结者队，来挑战世界上最优秀的羽毛球冠军。那我们终结者队到底有谁呢？掌声欢迎他们隆重出场。哇哦，哇，我们亮亮今天发型很特别耶，挨了脖子最近不太好。那我们的终结者队今天还会有哪一些实力战将呢？女士们先生们，他们来了。冷静，冷静，队长。我们是一组的，是我们是一组的。我跟你说，亮亮，你看林晓峰看你的眼神。我告诉你，如果你是真的陈浩南的话，你的普通话是不会标准。说几句，我们听听看。这位大哥，是不会让兄弟受伤的，铜锣湾。
只有一个浩南，那就是假浩南。假浩南，假浩南。哎哎，你也知道你是假的。不如咁啦，我用广东话讲一次啦。哎呀，广东话讲一次啊。铜锣湾只有一个陈浩南。啊，多谢。好了好了，我觉得只有当他们的对手出现的时候，他们才会团结起来。我们今天请到的就是非常有实力同时也相当帅气的世界冠军林丹，以及同样非常优秀的他的队友王小李。欢迎两位。王小李，前国家羽毛球队女子双打队员，她有着出色的身体条件、灵活的跑动能力和极具威胁的后场扣杀。从2010年开始，他和队友于洋的搭档组合横扫世界羽坛，在各大赛事中接连夺冠，长期占据国际羽坛女子双打的头把交椅。林丹，中国羽毛球的领军人物，凭借超强的进攻意识、快速灵活的移动步伐、犀利精准的扣杀，林丹在世界羽坛长期占据统治地位。2008年北京奥运会羽毛球男子单打决赛，经过两轮激烈拼杀，他力克马来西亚名将李宗伟，夺得冠军。林丹四年来的努力，终于转化为了奥运会金牌。2010年广州亚运会，他在单打决赛中再一次战胜对手，成为羽球历史上第一位获得全满贯的球员。2012年伦敦奥运会，林丹成功卫冕，成为首位蝉联奥运金牌的男单选手，同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双圈全满贯传奇纪录。好，首先是林丹来跟我们来报冠军的观众打招呼。大家好，我是林丹，今天很开心来到这里。听起来不是很开心，嗓子感冒了是不是？今天这样少说话，好，你有什么话你就小声的跟我讲，我再帮你大声的扩出去。谢谢谢谢。小李跟大家打招呼。大家好，我是王小李。我们首先要给我们的终结者队摸摸底的一个时间，进入到我们第一个的能力展示。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来吧冠军》。本节目由更解渴、更好喝的小样五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五酸盐，轻运动更快乐。来吧冠军，由挑战下个位置雷克萨斯 NX 取自全球健康全家的康臣配件联合特约播出。马上开始我们今天第一个能力展示，落点击鼓。能力展示一，落点击鼓。羽毛球比赛中，进攻落点决定得分效率。根据落点规律，在场地中放置5面非洲鼓，林丹需击打鼓面，使非洲鼓逐一亮起，以此展示他对落点的精准把控。那今天呢？虽然林丹感冒了，嗓音没有在，但是他的能力依然在。你要不要先试一个球？好，我来试。哎呀！不是你想打哪个呀？我打这个。打这个吗？你打呀。你打那个。不行。可以了可以了哈。不行，很难对不对？好，林丹请就位，小李请就位。那个我觉得是相对来说，哎呀，听到那个鼓声，就心里好爽啊，兴奋，特别兴奋。谢谢。我们这样稍微安静一下，我们让林丹小声的说说他此刻的感想，好不好？其实我也很紧张。其实他也很紧张。他也很紧张。我有一个建议啊，
我们可不可以落点很准呢？我摆一个小框，你能打进来吗？你要是能打进来的话，我小区反手王的位置让给了你。你那个小区反手王的位置谁要啊？他小区反手王是网球那个项目的。我是小区的反手王。所以羽毛球你也是是吧？好，来摆一个吧，让他蹲在里面。何老师，让亮哥蹲在里面，然后让丹哥打了他。对手出了一个主意，说林丹说可以打，但必须你在里边坐好，排座排座。货都是自己酿出来的。给你一个拍子挡脸，对。好，好，这样子啊。保重啊，哈！我中了。完了，再来一次。哇！又中。好简单啊。他现在很错愕。刚才发生了什么？还没开始呢就结束了。而且击中两次了，这样事不过三，来再来一个。还烦死了！快回来！快回来！别丢人现眼！兄弟们，好家伙！兄弟们，太不给我面子了！上！把炮弹放在哪里了？我就说你见招了吧。好，这是我们第一个能力展示顺利过关。那第二个能力展示呢，其实表现的是力道。能力展示二，击穿松板，挥拍力度决定球的运行速度。林丹的最高杀球时速超过300公里，这相当于飞机的起飞速度。本环节将松木板悬空固定，木板分为不同厚度，林丹需通过挥拍击球将木板逐一击破，以展示他惊人的身体爆发力。刚才我们已经放了第一块的松板。你要把一个木板打碎？怎么可能？你把羽球当跆拳道啊你！不要闹了。今天林丹走的是沉默，然后用行动证明一切的路线。准备。沉默的林丹，加油，丹哥。我们要不要离开一点？杀气。现在发生一个情况，终结者队没有人在关注比赛，大家都在抢林丹刚才打烂的那个拍子。是不要讲出来。陈小春曾经是一个多么傲气的男人，刚才拿这个烂拍子对林丹说，这个送给我可以吗？反正都不要了。来了来了，兄弟们撤。我的打鱼精吓破了，而且刚刚那颗球破了。哦，我们现在退赛还来得及吗？我的天哪，不是跟你打球得付出生命的危险啊。这样，我们跳过中间那些有的没的过场，直接拿最后的那个，直接12号名。这不就是我家跪的搓衣板吗？这怎么可能打得碎？丹哥，今天你要是把它打碎，小区反手王的位置实至名归。
人吗？完美，这是人吗？这个速度真的太惊人了。这个各位只是今天的开胃菜，只是一个代表，它代表的是什么呢？各位往那边看。能力展示三，旋转圆盘，在场地中安放可旋转圆盘，一名终结者队队员被固定于圆盘，并在身体四周放置气球，在圆盘旋转过程中，林丹需将气球逐个击破，以此展示他的击球准度和快速反应能力。这不是自杀式的行为吗？这种事情真的只有贾乃亮做得到。哎 ，What？ 好，太伟大了，真的。好，来，一鞠躬，一鞠躬。好，再鞠躬，再鞠躬，再鞠躬。都是我的兄弟，是。作为你们的大哥，是。我先走一步。这样，我帮你放宽心，你放宽心。现在假如你只留下最后一句话，你是要说给小鹿还是说给甜心？鹿鹿甜心，看来你不会再有一个弟弟了，我们也不会有二胎了。亮亮，亮亮，有护具，你看，有护具，你看。这个是为了保证，为了保证有弟弟。我觉得啊，挡不挡脸都不重要，只有一个就够了。何老师，我从来没想过我浩南会有今天。我知道，因为你是假的，假的，假的。我玩只有浩南，就是我陈浩南。丹哥，我可是天天看你比赛的啊！我真的很崇拜你的，摘下了假发，我就是我自己。我是乃亮，刚才那一切都已成过往云烟，好不好 ？You 知道我是谁吗？完蛋，咱们既往不咎，好不好？都是为了节目效果，我其实不想学浩南的。这帮混蛋还的，还的。我很开心，这一生有幸可以跟你一起工作。未来的事情未来吧，我们把握当下。好，你现在对他讲把握当下，他觉得很对。更可怕的是，等下我们说挑战开始的时候，圆盘将会转动。哎呦！山鸡，你够了。好，准备。生命的危险啊！开始。啊啊！疼不疼啊？我有点想上去顶替他哎。我不是气球，不是气球，这太可怕了。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来吧冠军》。本节目由更解渴、更好喝的小样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酸盐，轻运动更快乐。来吧冠军由取自全球健康全家的汤臣倍健冠军的座驾雷克萨斯 NX 联合特约播出。本栏目由方太高端厨电领导者特别赞助。可以了，怕，我一直怕倒。亮亮，你真的要跟林丹握握手。他说宁愿不打到气球，也不能伤了贾乃亮。林丹是爱我的，他是爱我的。好感人啊，真的。眼中有泪，真的眼中有泪，真有泪。我感觉到他为了保护我，而故意的躲着我，但是并没有什么用，他依然打到了我。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身赛，欢迎来到我们的热身赛，各位亲爱的朋友，锦囊升起，耶，锦囊来吧，
每一部的这个手机，等一下赢了之后，都会告诉你那个锦囊的内容是什么。第一个比赛的项目，热身赛的项目叫做你攻我守。热身赛一，你攻我守，在场地一侧设立移动球门，一方通过击球进攻，另一方在门前进行防守。冠军队一人参加，终结者队不限人数。比赛限时2分钟，双方轮流进行，进球多的一方获得胜利。这太不公平了，我这太不公平了，我太喜欢了。另外呢，除了刚才说到你们可以两个人之外呢，我们还有准备一些特别的道具给你们。哥，你们可能不知道，我除了小区反手王还有一个外号，叫什么？人送小区万能搓衣板王子。对，接下来就好奇了啊，2分钟内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呢？首先是冠军攻，我们终结者队守。好，请就位，来吧。林丹呢跟你们说四个字，注意安全。大家好 sweet 哦，准备没有动啊，2分钟开始。你不要躲好不好？啊，进球，反击啊，反击。哇，一分钟都打了两个，两球啊，好劲啊，好劲啊。你都很害怕，是你来，你来又上了一个，哇，三个，进来，快进来，三个，快点来帮忙，四个，好，快点，说好的两个人守，现在他们已经全上，全上，哇，搓衣板用力神功。搓衣板右手一个，我搓衣板王子在你方向进球。刚才一个乌龙啊，搓衣板把球弄进去了。最后的17秒钟。又进一个，十个了。5、4、3、2、1，时间到。冠军队11个。哎，我想问一下，是谁允许你们五个都上的？我不知道，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可是我真的觉得我们这队总是有很多的理由跟借口。那可不可以答应我，等一下往那边攻的时候，不要五个人一起打？可是我们忍不住啊，这是一种情不自禁，你知道吗？我了解。接下来呢，你们先控制，尽量先两个人上，好不好？好好。小心啊，注意安全啊！小春，小春，导演开始跟我说，你们队里面你是打得最差的，我很不喜欢他这个说法。你有何评价？导演这么说。其实你们看吧，你们看吧，看吧。瞧，2分钟计时开始。换人，换人！现在他们换人了。
现在场上局面非常的混乱。林丹现在非常稳健。非常稳健。哇塞。现在开始，他们乱箭齐发，一起，五个人在地上简称乱打。金小春开始杀到，获得30秒钟。我们到底打进几个了？中要坚持过去，加油，南哥！5秒，5、4、3、2、1。我觉得呢，很难判断最后有多少是扔进去的，有多少是打进去的，但是我现在做主把第一个锦囊给你们，好不好？非常好。我觉得非常好。以你们这种不受控的情况，我就算不给你们这个锦囊，你们最后也会抢过来。好，三个锦囊，你们挑哪个？要中间的，中间的。好，我们看一下，你们要用到的是乾坤大挪移。我来跟林丹解释一下，比如说你已经打到20比1了，他如果用这个锦囊就变成1比20。可是我们只能换当局的分数，而且只能用一次。对，这个锦囊我用4个字的成语来形容，臭不要脸。好，接下来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二个热身赛。热身赛二，换位击鼓。在场地上方悬置固定5面非洲鼓，鼓面前方悬挂羽毛球。比赛中，两名队员由弹力绳连接，在相互牵制中轮流击打随机亮起的鼓面。比赛限时2分钟，双方轮流进行，击中次数多的一方获胜。继续热身赛。这个项目呢，非常非常的考验两个人之间的默契配合。你比如说亮亮，你可能在这边，当这个灯亮的时候，你要过去击这个鼓，其实很容易，对不对？不如你先示范呢。你试试看呢。哎，真棒真棒。谢谢大家，再见。老师厉害，老师辛苦了，没事，我们都不一定急得到的。刚才主意是他们那边出的吧？公不公平看心情，我现在心情完全是你们这边的。林丹，我一直特别喜欢你。你得罪人了？没有，是你啊，是你吗？是我吗？哼，完了，一剑哥，从此你跟何老师拉上仇恨了。那现在首先要请出的是我们终结者队。好。小凤哥，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队长呢，从精神上到体力上都有点问题，你呢多多宽容他，包容他，理解他。我保护你，魔佛红雷。好，谢谢。请三枚，来来，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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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超担心的，你们的默契，我还是把林丹的那个4字真言再一次送给你们，注意安全，好不好？好，准备啊，换位击鼓，2分钟，挑战开始。使劲啊！加油，冲啊！快快快！快起球！快！挨打！你要重新冲一下！抱起他！抱起他！等等，再等一下！对！冲了，挨打！我尽力了！注意安全啊！手举起来，没事。
远的距离。帅帅，小峰哥你好，非常棒，非常棒。好 ，Ella 和我们小峰的组合最后是九个球，厉害！现在是林丹跟王小李要上了，两位的配合不知道会不会更加默契。那第二个锦囊到底能不能拿到，就看他们俩的表现了。来，请就位。你看他们又在干嘛了？你看他们。不要被发现，不要被发现，不要被发现。两分钟同样交给林丹和王小李，预备计时开始。轻松哎，靠你了，靠你了。这还用打吗？为什么拿得简单呢？这已经变成了一场欣赏赛了，好不好？啊，暂停！哎呦，哎呦，哎呦！哇，距离对他们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冠军队已经打出了一种过年的气势，跟放鞭炮一样。好，两个人为了后面的比赛，现在在休息，他们在休息。好玩吗？幼稚。五个一起练，五个一起练，五个一起练，五个一起练。太幼稚了。我觉得，相比这个非常远超的成绩来说，像这种休息的这种更羞辱，对不对？是。那我知道了。啊。给他们绑一个累赘。什么意思？绑你吗？绑一个我。你的意思是把王小李换成他绑在那儿是吗？对，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我就不相信你可以达到，我就站在这里不动，好不好？这样好了，这样好了，剩下的35秒，对不对？如果他能够击中3个鼓，就算你们输；但如果这35秒里面他没有击中3个鼓，锦囊还是给你们。好，好不好？我们这帮兄弟感情特别好，特别团结。好，来，计时开始。注意安全。一个。开了。哎呀，哎，小心。哎呀，我给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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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最后15秒了。还有两颗球，加油！还有两个的任务。我就站在这里，什么都不做。还有最后的3秒。你们逼的一个世界冠军扔拍子，你们啊，击中2个，艾拉也算是有成绩，有成绩。但是呢，说到做到，就刚才说嘛，对不对？这个锦囊还是给他们，可以吗？耶！好，我们来看一下，挑哪个锦囊？林丹哥对我们很好，我们给林丹一个面子，你来挑哪一个？这边这个好，我们看一下这一部锦囊。
左右互搏是什么意思？左右互搏的意思非常的残忍，是王小李跟林丹的左右守护吧。哦，就是他们两个绑在一起打，待会儿会要用到这个。接下来稍事调整，进入到我们今天正式比赛，来吧冠军。今天的战略呢，我们每一局都可以使用一个锦囊，把小李换下来，把比分一直打平，比分拉太大，他一防了我们就不上去了。对呀、啊，这是什么鬼啊？大风吹，吹林丹打不过来的球。哎呦呦！哇！走，给我助攻 ！Yes！ 耶！飞了！冠军，有请双方运动员上场。终结者队连获两分的锦囊，杀气腾腾。林丹和王小李状态满满。首先，终结者队的队长贾乃亮下战术的，我先让一下，我看不了你这眼神。来，下战术的时间。20年前，江湖上留下了我们的名字。今天站在这里，兄弟同心，其利断金。是。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往后每年的今天，都是你们冠军头衔终结的纪念日。来吧，冠军！那有请两位在我们的应战台上按下你们的手印。好。各位亲爱的朋友们，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比赛，只要终结者队在局里面赢得任何一局，就宣布他们获胜了。easy 啦。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到了这个部分是非常严肃认真的一场比赛，我想问一下我的四位助理，觉得冠军队今天依然能够捍卫冠军地位的请举手。太瞧不起我们了。何老师，我们不想让他们输得太难看。你们第一轮要用道具吗？哎，怎么一开始就问这个问题啊？不是，我尊重一下你们呀。我们尊重彼此，我们就是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比赛。所以一来你们是正常打，对，也不用道具，平打，平打，平打。哎，你还想赶时间快点？赶时间快一点。他5分钟之后要赶飞机。什么？5分钟？你不要逼我，我举枪。好，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裁判玉先生，谢谢。裁判好。介绍一下双方运动员。女士们、先生们，在我左手边，终结者队；在我的右手边，冠军队。现在由冠军队罚球，比分0-0，比赛开始。哎呀，1-0，没事没事，有来有回的，有来有回的哈，有来有回的，有来有回的哈。加油，加油，加油！抽打抽射，2-0，3-0，4-0。哎呀，好，5-0，没事。他们相熟多年，你们才刚开始合作，一定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对不对？没关系。嘿嘿嘿嘿嘿。等会儿，等我帅不帅？哎，好。你的，撒球！撒球！你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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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网！我翻我翻！6-0。就跟你说我的，我的。我们要分。对。你的三，打两个人的中间。对对对对，你的对，好球，好球 ，yes， 换发球，6-1，我们赢了，我们赢了，赢了，破胆呢，我们破胆呢，破胆呢，破胆呢。亮亮，你是已经累了是吗？我赢了他们，哇，我在做梦，我赢了林丹。我赢了林丹，我在做梦。我跟你说，我为什么赢了他俩？赢了他俩。换发球，太强了，太强了，太棒了！再来，我的。哇！你的你的，葛红艳，哇，好帅啊！换发球7-2，你竟然要假动作？太坏了！我以为假动作是篮球才有的，没想到羽球也有。对呀。好，再来！抽他！啊！3-2，太急了！哎呦！哎呦！9-2，其实说实话，亮亮刚才那个球非常漂亮。如果不是碰到林丹的话，你就成了，真的。找帮手，找帮手，找帮手来。我们想要使用天才儿童。好。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小天才上场。今天有没有往那边看？林丹跟王小李在。有什么话想要对他们说？我要打败你！哇！这个时候我也访问一下林丹好了，看到这些孩子上来这么有自信，你是什么样的感觉？首先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也是这么小的时候会有那样的一个梦想，所以我也希望他们会努力一点。所以一定要有梦想，一定要向这个行业的翘楚看齐，一定要有梦想，要有梦想。好。那么今天我们的小同学能不能在现场实现梦想，哪怕赢一个球呢？对吧？我们要换边，天才儿童配我们的队长一起做一个3-2的比拼。比赛继续。没事，他球打得不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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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掉得够呛！哎呦！啊！哇哇！帅帅帅！10-4，欧耶欧耶欧耶！
你应该很爽吧？不是，哎，你应该很爽吧？我发现他就是对着林丹旭的，你没发现吗？他圆梦，他打败了他，10-5嘞，应该用点东西了。这要换了吗？王小李，不用害怕，不用害怕，我们会换的啊。你放心，没有，我们之后到了就会换，差不多了。不用。 11-5，11-5了，11-5了，11-5了，来到这个场上还让你们打开心了，还能让你们给打开心了，按小钟，按小钟，上钟，什么东西？按小钟。你刚不是有想法？我这次要让你见识见识真假浩南哥的厉害。来来来，上场的是郑伊健、贾乃亮。 好，比赛继续。12-5，对不起，没关系 ，yes yes， 13-5。 叫嚣！我觉得他们这个钟多按几次，有一点点在羞辱我们的感觉。艾拉，不要这么说，根本不止一点点。他按了好多次啊！我有惯例，我有惯例，我没有收住。哇！14-5，可以发王的恩吗？ 好球，好球，特别棒！没事。15-5，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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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让他们有机会打高远的球，因为他会有时间按铃。对对对。哎哎，还没去按，还没去按。啊！你打。 15-8，冷静，冷静。 加油！林丹按，林丹按，林丹按，对，林丹要去记得去按。林丹按，林丹按，林丹按，你按，你按，你按，快按，快按！小李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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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李按
不用问为什么啊，没有，不用问，已经占便宜了，不要问为什么了。既然问出来了，我们就问一下玉先生为什么。明星队本来就得分，然后冠军队中间漏按一次零，所以得两分。明星队 OK， 好公平啊，加油加油。我们要提醒林丹按哈，林丹要记得按哦。把握住这五分拿下来啊！
对，林丹按，林丹按，小丽按，小丽按，小丽按，按，别按，别按，快赶紧按，不要按了，不要按了，够了，按了，按了，林丹按，按了，按了，按了，哦，是我们明星队得分，球落地之后，林丹才按了零，15-12，又赢，我们又赢了。好，来准备。你看后面是谁来了？16-12。按按，好，王王王，小丽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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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球！按林丹，林丹，按，按，按，小丽按，小丽按，小丽按，林丹，按，按，按，哎呀，哦，没事，17-12。按按按按按，赶紧按，赶紧按，不要按，按按按按按按按，好球，耶耶！13-17，要不要换球？就用这个球虐他们。啊！哎哎哎 ！Yes！ 哎呀，这个东西完全打乱他们节奏。14-17。15-17，哇 ，yes， 哎呦，这是第一次比数这么靠近哎，而且再赢一分，这个道具就已经了十分了，他真的劳苦功高。我觉得林丹、小李，您不如赶快再输几分，让这磨人的小妖精赶紧下。对对，这分很关键，要19的话，他们一反转，我就很难受。就给他。对，好来。我们要用锦囊。用什么锦囊？我们要釜底抽薪。要王小李要到这一队来是吗 ？Yes。哇！王小李立刻开始装瞎。好了，开始喽，开始喽。哎，打球要喊我的，我在啊，我在里面啊。他待会儿会进来，我怕他打我。喂，你娘几点就打了啊？18-16。哇哇哇！19-16。林丹哥，对不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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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你！抽！后面打球，前面蹲低。我刚刚忙着指挥，好难受那种感觉，明明就差一点就进，好难受。我刚刚忙着指挥，就在这儿，就在这儿，真的。我知道了，我知道了。20-16，举点来。你的。哎。你的在哪里呢？比赛结束，21-16，冠军队胜。不是因为我太紧张，我太紧张了，我压力太大了。可是我要坚持下去。不是不是，下来歇会儿吧，这局结束了。不行啊！
结束了，都是你，拜托你了，就这么结束了，我把所有的努力功归于篑，因为你，我所有的队员的努力全付诸东流。你不要这样子，我有什么你的我的我的他的，好啦，又有何用？好了啦，好了啦，下一局了啦。来吧，冠军！大家不要忘记，只要赢一局，就算终结者队赢。所以接下来这一局非常的关键，我们要使用道具。这是什么鬼啊？龙卷绝杀扇，就是会有一个风扇朝他这边吹，会增加他的那个困难度，因为逆风，所以他必须使更大的劲儿。又逆风，而且有可能会改变他的方向。对。我问一下林丹，这个跟小铃铛，你觉得哪个会更可怕？我觉得这难度应该会很大，因为这么多台那个吹风机，对。吹风机。他说他只是吹风机。好，来，请派队员上场。好，第二局比赛开始。稍微打一下，因为风扇的助力就变成有扣杀般的效果，这很厉害啊！因为风一直是爱吹，到这边的时候睁不太开眼睛，睁不太开眼睛。而且为了表示对节目重视，今天呢，小李还粘了假睫毛，一直被风扇吹。这掉了吗？好，加油了啊！加油！哦，错区。要发到这边，换发球，一比一。二比一，这个风机，这是主力也是助力，因为它会吹出剑，对，双刃剑慎用。加油加油！只能杀。哇！三比一。不要了，不要了。确定不用了啊？我们要换球筒。换球筒。他们的球拍换成用球筒打。哇！我听说 Super 丹拿球筒打得非常厉害，今天我们要见识一下。我们想要见识一下。有用球筒打过吗？很少。有试过对不对？是好玩还是也是训练的一种？就好玩，但是如果打比赛我觉得很比赛继续。我觉得战术开始奏效了，换发球，二比三。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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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快点快点，再赢一球，让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对对对对对。换发球，四比三。
漂亮。换发球，4-4。残酒残。耶！换发球，5-4。他怕了我。Sorry， 换发球，5-5。5-6。这个抽奖。加油加油！啊！换发球，7-5。何老师，哎，怎么说？我们要用两只手绑在一起，绑在一起。他们一共有几个法宝？他们就不知道他们有几个法宝。绑起来。这个好，看这个名字。好，比赛继续。好，好球。8-5。哇！神雕侠侣啊！神经。啊！差一点。9-5。哇！10-5。哎呦！11-5。你们把距离拉大，让他们很难跑。11-6。球！啊！真的，他刚刚完了。12-6。换裁判，怎么说？仲裁长，我们要换。又换了？对。这是什么？共用一支球拍。我打完给你，我会打高球的。比赛开始。你们要比的是速度。哇！这个时候比的是速度。速度。快啊！请给我掌声。12-7。这个道具太好了。好，来，准备。13-7。我说算我还怪人家编采。对呀、啊。比赛开始。完蛋了，他们打出节奏。哇！14-7。他没道理爱上我。我们要换。换人是吧？对，换人了。比赛继续，加油！15-7，慢，很快。亮亮，是不是观众干扰了你？干扰了一下，干扰。就要抽他，好球！啊！天啊！别这样。别这样，电视机前有孩子，你看，真是。哎呀，你被记警告了啦！不要损坏公共设备财物啊！不让了啊，不再让了啊！这样，差不多得了，开始了啊，差不多得了，不让了。哎呦，漂亮！哎呀，好样的，好，
唔好饮咁多波。。OK OK。加油！加油啊！加油啊！加油啊！亮，继续加油！王小李，别看你是个女人，我这人虐你，走你！我不！哎，给你个机会。界外，孩子没接住。界外，十七比八，让他们得到十到十一，万一他一换我，对吧？我们不能再得了，再得他一换。对对对。哇！姐妹，喂，唔好饮多波啊！我知啊，你估我想。哎，搞什么？哎呀！哎呀！哎呀！太慢了。陈浩南，你在我心中的印象破灭了。浩南哥，怎么突然变那么可爱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球不算，对方还没准备好，不算，不算。是因为林丹和小李没有准备好。哦，你刚才怎么那么匆忙呢？你要等人家准备好你再发球吗？清场上的运动员一定要等对方运动员准备好之后才可以发球。哇，公正！太急了，太急了。给我！失误，得分。停！怎么说？最后一个锦囊，乾坤大挪移。亚龙，终结者使出大招，林丹怒摔球拍。现在终结者队决定使出乾坤大挪移，也就是意味着双方的分数交换。终结者队只要再拿两分，就拿下了这一局。但是21分我们才赢，对，21分就赢，所以你们只要再赢两分。为什么不等20分才换？对，为什么？我们还有一个道具。什么？限制区域。哦呦，那个最狠了。现在大家注意到，已经有一部分场地变成了蓝色，球只要落到蓝色的部分就算出局。比赛继续，明星队发球。充分利用他们出界的这种可能性。哦呦，好呀，打呀，好呀，打呀，差一点，好。换发球，19比14，这个有机会。漂亮，好漂亮！哎呀 ，yes， 我可以，我先下，我先下。好，你先下，上。
19-15。感受体育魅力，展现运动之美，欢迎收看浙江卫视大型励志竞技体育节目 Live 冠军。本节目由更健可更好喝的小样酸盐独家冠名播出，小样酸盐轻运动更快乐，安全更安心，双摄更出色。本节目指定手机360手机。19-16，冲！哎呀！19-17，换发球，20-17，举点，加油，再一分。但每到最后一个球都超厉害的。换发球，20-18。从来没有感觉害怕，那个打儿，哎，等一下，加油加油！鸡皮疙瘩都起来了。19-20，加油，加油，一分，守住，守住。有意思吗？好玩吗？我就知道。他一定会扣杀，扣杀再扣杀。没有。21-20，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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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起来，可以可以，二十一分，没有还有机会。你们只要赢了这个球，就变21-21，然后他们就还要再赢你们两球才行。等一下，等一下，稍等，稍等。球21-21。换发球22-21。好，没有出现了。好。
赢了。对。21:21，我比赛结束，获胜队冠军队虽败犹荣，虽败犹荣。太棒了，太棒了！谢谢，谢谢，谢谢。我知道世界冠军很厉害，但是我真的没想过他能那么厉害。你到，我真的希望能够你到，你到，你到，打不了，太厉害。冠军们他们都有一种不想输的那种精神，当如果他们真的遇到很危急的时刻的时候，他会更拿出他那种更拼搏的精神。我觉得这就是运动员最值得敬佩跟可敬的地方。为什么我喜欢打一个羽毛球，就是看到每一个人打羽毛球就觉得很开心。你看陈守珍他不懂，但是他每次打到这个球人，看到他笑我很像小孩子一样，非常兴奋，真的非常兴奋，很开心。我能够跟着林丹打，我觉得是我已经爱上羽毛球了。难度肯定会有，但是会觉得很好玩。那这一次我觉得能够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节目，其实一个是好玩，再一个呢也能够让羽毛球可能变成另外一种方法享受一下，我觉得其实还挺开心。今天我们的比赛结果，冠军依然是冠军。接下来我们有请两位在我们的这个镜头前圈着，耶，谢谢，超越自己，来来了，冠军。欢迎登录腾讯视频搜狐视频乐视爱奇艺 PPTV 观看独家完整节目视频，欢迎登录蓝天下官网、新浪网微博、新浪娱乐、腾讯娱乐、搜狐娱乐、网易娱乐、凤凰娱乐、新浪体育、搜狐体育、网易体育、虎扑体育、人民网娱乐、新华网娱乐、光明网国际在线、中国网娱乐、中国青年网、粉丝网、大公网，了解节目相关资讯，下载腾讯新闻客户端、网易新闻客户端、凤凰新闻客户端、搜狐新闻客户端、新浪新闻客户端、今日头条客户端、一点资讯拉客等平台获取更多节目信息。感谢百度贴吧、百度百科、兴趣部落、快手、搜狗输入法、中国移动新闻早晚报等平台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来吧。